在一个朝鲜战场，在当年那么艰苦奋斗的一个战场，那么寒冷的一个冬季，我们还是有弱对抗强啊，非常简陋的器材打败了武功到牙齿的敌人。在那个年代那么简陋，他才敢动人。全国人民对这个部分的回忆，我相信都是功不可没。我的还有一个写实性的一个战争，等不到就不能拍，全部做假血，还不如不拍，所有都是真的。开始，副班朱成峰，两个侦察兵都往这伏击了，我们去把你抬回来。狙击手的故事最具违反倒是你一个神枪手能顶一个连？两辆身上要是有情报，他第一个去。一叶知秋，恰恰是中国英雄。在敌人眼睛里，这是一个必须要拔出的钉子。这武班这个词，它就是代表一种信念。回去跟连长说，两辆是武班战士拿命换回去的。他们为国流血，为国牺牲。武班啊！我永远怀着这种敬畏之心。飞机、大炮、坦克，咱啥都没有，鬼子啥都有。哪个说我们啥子都没得？老子还在，你王还在。把你们从老家带出来，我这现在还没法带你们回家了。败家！我们依靠中国兵，讲出中国故事，学了些东西，就是直接带出去。我们是中国狙击手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五星红旗在你的心里。你又会因为谁？为了胜利，为了胜利。